那个 for each，for each 意思是说哈，这个范围你跟他讲说哦，for each cell in，在这个范围里面的所有储存格，帮我一个一个的帮我搬出来，那他会帮你搬出来之后，你就搬到他的指定的位置就好了，这样就 OK 了。所以基本上哦，你就只要有一个 i 的变数吧，i 等于二，从二列开始，for each cell in 这个 range。然后搬一个，然后把 i 再加一，再换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哎，全部 OK 了。好，这个是用 VBA 写的啦，哈、哦。那，不过已经讲了 indirect，还是要把它讲完好了。OK，这个待会再看好了哈、哦。indirect，那我们用 indirect 来做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你这个 row，其实我是把刚刚的公式贴上去，把它加二就可以了，因为加一是从一开始，加二就从二开始。OK，所以这一招还蛮好用的，你可以把它当成公式背起来，以后很多地方改一下就好。如果你要重复几个，就除以几个就好了。OK 哦，所以还蛮好用的，很多地方其实这样改一下就 OK 了。那主要是这个地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这边哈，我本来是从哪个地方？本来从这边一二三四 colon 这边哈，把它复制一下。那放到这边的话呢，如果要把它变成这个。是变成什么 DEFG 的话，哈，比如像这边放过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如果要 DEFG 的话，哈，哎，在那个 char 函数，我们在云端上面我有放一个说明，这个 ASCII code 应该不陌生吧，哈，就是如果你要产生 D 的话，它的 ASCII code 的位置是68，69771，所以呢，我今天呢只要怎么样，把这个先剪下，插入一个 char 函数。文字里面的 char，然后呢，我就贴上它了。不过贴上它，它是从一开始，你看，剪下，好、哦，它是从一开始，所以呢，会有个问题，它是一没有东西，所以变成如果你要D 的话呢，它是68，那变成它原来是一，所以你要再加上多少呢？67加，哎，有没有加一嘛？那就是68，加二那就以此类推，按确定，所以你会发现 DEFG，哎，往下填满，放开，就全部出来了。DEFG，那如果你要 indirect 的话哦，你就是直接怎么样，把这个公式一样哦，再搬进来啊。所以它合并起来也可以啊，或者说你把这个利用那个 indirect 函数，把它用串的先串一个，后面的话呢再把这个，好、哦，复制一下，搬到这一串的。后面加一个 and 符号，那我讲过了哈，反正 and 它本来是一个 d，那我 and 这个进来之后是2，它遇到 and 符号自动变成由那个数字的2哈变成这个2哈，变过来之后遇到它了，就变成双引号的2，然后再加上原来的 d，哎，就变成 d2 了，OK 好，大概概念有的话打个勾，这个地方就过来了。不过它过来的东西哦，因为它原来是日期格式，所以就麻烦了。好，你可能还要再把它格式一下。这个好了，这个又另外的做法哦。我想自己再去想想看，格式哈，哎，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把它格式化吗？这可能要想想。所以像这种东西哦，反而用 VBA 比较快。那 VBA 的话呢，哈，OK，好，大概概念。那 VBA 的话，我刚刚讲就是，如果我要写一个这个哈，合并过来的话，其实哈，只要一个什么呢？我插入一个什么呢？一个 sub，这个 sub 也许名称叫合并为单栏。那我讲过哈，写法其实非常简单，i 等于二，这个 i 等于为什么等于二呢？指的就是你将来要合并到哪一个的第几列的意思，OK 列的部分。那我这边叙述呢，就写一个 for each，应该可以理解啦，每一个嘛，哦，for each 这个 cell 呢是我自己编，就是自己定的一个变数，你叫 c 也可以啦，这个变数啊，指的就是说呢，for each cell in range。你哪个 range 呢？D2 到 G9，OK，它会怎么做呢？它会一个一个的帮你搬过来，先搬第一个，搬第一个之后呢，帮你先搬到哪里？搬到 cell 里面，所以它会先把时间帮你搬到 cell 里面。那你搬到 cell 里面之后，你要做什么呢？把它搬到
哪里呢？第 cell I 列，第二 I 是2嘛，所以第二列哪一栏 ？I 栏。所以呢，我就把什么呢？把这个资料由这边呢搬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当然呢，把日期搬过来之后换下一个。所以呢，再来就是下一个浏阳河，然后它会怎么样呢？也是一样抓到之后，那我抓到之后呢，一样丢到这边来。那特别重要，底下会有一个叙述哦，这个叙述刚刚也出现过 ，I 等于 I 加一，为什么加一？因为我本来是2嘛，那我放在第二列，我要往下放，往下放，所以你必须把它加一，按 next 就 OK 了。所以你会发现哦，跑完就 OK， 没有问题哈，全部就跑完了。所以我来试一下 ，Ctrl Shift 向下，我重新来把那个细节哈，逐行跑一次给各位看。我按 F8 好了哈 ，I 等于2嘛，应该可以理解。然后这个范围里面呢，它会先抓什么？抓第一个，就是抓这个资料放在 cell 里面，应该可以理解吧？先搬一个放进去，然后呢，这个东西帮我搬到这边来 ，OK， 所以搬过去了，一个有没有？然后这个时候我要往下放嘛，如果 I 没有加一的话，那变成下一个又把它盖过去，所以把它加了一 ，OK， 加了一之后的话呢，再来呢换下一个，那下一个它又抓什么了？它又抓到浏阳河，有没有？然后呢下一个，有没有？就把它丢过去了，然后再把它加一，三再来就第四列了，以此类推，所以一个一个往下跑，一个往下跑，有没有发现它就会全部把它执行？OK 了，这样感觉好像，怎么样？应该可以看懂意思啦。程式其实好像也比较简短，一个 for each， 然后资料从这边丢过来，只是 I 等于 I 加一而已，所以五行程式，蛮经典的。其实很多地方以后如果你要把这边的资料搬到另外一边去的话，就是用类似的方法，它可以快速的帮你把横向，不管横向纵向啊，或者不管是几栏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式来搬移。OK， 所以以后现在有同学说，老师我想搬移大量资料怎么搬，就是这样搬就好了嘛。那如果说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顶多是说你在储存格前面多一个叙述，就是搬到哪一个序词里面去就好了，它也会帮你搬到另外一个工作表里面去了。OK， 所以可以置换工作表，那请各位试一下这个地方合并为单栏的部分，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试一下 OK， 那程式真的没解，不过我在云端上有多做一个逻辑判断，这逻辑判断是好像也是格式上的问题啊。那最后一个合并为单栏，这个请各位参考一下云端好了结果只要涨的就是前面还要再多一个入职，就是它上面两个名称加一个冒号，然后再补它的资料的话，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概念，真的不用多很多东西啦。我发现很多人自己找半天，其实反而好像这绕一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其实就是加一个什么呢？加一个这个就搞定了。有没有？有没有 ？Sales 一列啊 ，Sales 点 Column 啊，意思是说我一定是在它的第一列，跟这个储存格同一栏，它回来可能是4的话，就是D4，然后呢就加一个串接一个冒号嘛，就把后面的资料补在后面。其实我就加什么？加这个而已啊。OK， 应该没问题吧？因为刚刚要加这个的原因，是因为我发现经过串接，它的日期格式就不会跑掉了。没关，反正就很多种方法了，反正做出来之后就长这样子，好不好？OK， 好，这样子。其实还可以很多的变化了，不过就是要花一点时间，你要去想，只要你有想到一个问题，你可能就要想一个答案了。那个答案也许我们上课没讲到，那就是你要去解决啊。不过没有关系啊，如果实在是想不出来卡很久的话，也许你可以暂时先 停下来，那下一次也可以发问，没有关系啦，这东西其实都很好解决的，真的我讲过，就怕你没问题而已，这些都还是算入门等级的问题啦，工作里面有太多可以做各式各样的，那个才叫这个惊叹赞叹，一下子太好了，
如果可以这样子，哇，太好了。